25号晚，陶喆在网上晒出吴奇隆和刘诗诗夫妻寄来的礼盒，并写道：“恭喜奇隆与诗诗，祝福小朋友健康长大，未来和蹦蹦一起做好朋友哟。”照片中蓝色丝带绑着的礼盒很是显眼和精致，礼盒上写着576和644的字样，意为吴奇隆与刘诗诗的谐音。对此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恭喜步步双满月哟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，我要看蹦蹦唱老大的歌。”看来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小狮子王呀。蒙古捞新闻祝福可爱的宝贝要健康成长呀，报道。